英雄联盟手游亚洲联赛精彩瞬间。本期第五名是来自西贡 CES Agano 的优米，巧用炉灯隔山打牛拿下单杀。一波团战过后，双方各有损伤，优米看着黑血逃生的塞恩，心里越想越气，摸鱼飞弹悄然出击，准备碰碰运气。卡尔玛心有灵犀，接下此计，配合炉灯建设伤害带走塞恩，这个人头我来给你。本期第四名是来自西贡 CES Genza 的小炮，完美输出位置，力挽狂澜，留下三人。远古龙竟然被赛恩平 A 抢了，既然龙是你们的，人总得给我留下吧。小炮隔墙输出，先斩赛恩，回头一炮顺势带走卡尔玛。龙坑支援队友，反被猴子击飞。此时赛恩逼近，想要报仇，小炮闪现拉开距离，不断平 A 输出，将近一并拿下。别忘了，我可是驯龙炮手。本期第三名是来自 OMG 白猫的武器小团战，大显神威，斩获三杀。武器侧方支援，奈何牛牛皮糙肉厚，实在打不动。酒桶肉弹冲击将其击飞，武器配合蓄力一击，先送他回家。此时鳄鱼刷出红怒，开大撕咬队友，大伙状态急速下滑，眼看就要被他反杀。问题不大，我来跟他打。武器目标明确，先来操作泰坦。鳄鱼柿子专挑脆的捏，眼看队友就要被秒，武器再次跳跃反击风暴，打出关键眩晕，为螳螂争取逃命时机。给你机会你不珍惜，那只能送你回泉水，冷静冷静。本期第二名是来自 OMG 应言的螳螂，经典绕后化身后排噩梦拿四杀。火龙团双方大战已经开始，螳螂冷静分析战场，寻找机会，配合队友拿下牛头后，我方武器也成功深入敌军，打了一波状态。眼看鳄鱼闪现追击队友，螳螂果断越机，瞬秒泰坦，开启精神规避伤害，等待队友支援。精神结束，再次跳跃带走泽利。此时卡莎已经闪现拉开距离，而双方状态不佳，炸弹人解决鳄鱼后，立刻从左侧包抄而来，想要留下卡莎，精准爆破将其击飞，虚空刺客恐怖如斯。本期第一名来自 RA 优蕊和 RA 二麻的卡莎和维古斯双 C 神级切后，瞬间融化敌军。螳螂位置暴露，被对面四人抓单，危在旦夕。兄弟莫慌，我们来操作。维古斯被炸飞前释放黑影锁定飞机，二段大招飞跃至卡莎身边，恐惧敌军瞬秒两人。此时还剩永恩酒桶，压根来不及反应，两人超高伤害持续输出，先后将其拿下。保护队友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们都杀干净。我是直接被，我有大招，我们可以蹲，可以可以，我直接被控掉就秒了。我能飞上去卖，我有金。哎，你别飞上去，你别飞上去，你别飞上去。酒桶没弹，酒桶没弹，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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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中亚。飞机死了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中路一波了，中路一波了。哦。